虾皮就软趴的，对，而且整个是软趴趴的，没有，你这样激起我们的斗志哦，什么？原来我们有斗志，重点是，他是你选的人，好玩了，好玩了。老天有眼，你的脸超级好，想我就想你再拿出来是黄色，你拿出来是黄色我就请辞。我再放进去，你再讲一次。我刚真怕你拿出来是黄色。哎呦，局长决定，局长。台湾，哒啦！吓死我了！来，来，我来打。局长不是啊，我抓，我抓着你打。自己的小孩，我要打。养子不孝，局长吃过。局长不要抽了，就是爱的小手。我打，笑死。不是你来选，我是爱的小手，用拳哥打哦。局长，拜托你了。这是大义灭亲的时候。过去趴着。天哪，好，这什么画面？好笑。俗话说得好。第一次看到邮政国小打邮政国小，成也米泽，败也米泽。米泽是米泽同志，现在知道室温是几度吗？你穿卫生衣。真的，慢着，你检查一下有没有卫生裤。好，太多了，太多。没有，没有。好，就怕他有卫生裤啊。心存侥幸，必遭不幸。那不是自己人吗？我要让你一辈子记得我。我说真的，我们会吃到第三道。我可以先回去换橘色衣服吗？你呀，不用，你会换白色的。白色的。会送你出去。而且我们有很多人送你出去，还会送你上去。要怎么吃？之前吃到芥末都觉得是惩罚，可是现在芥末放在里面很舒服。嗯，真的好适合。看一下我们的招牌，才知道今天是吃什么。我们到底来干什么的？它就是咸甜咸甜的哦，然后咬进去里面那个鲑鱼卵啊，然后黑尾鱼啊，这整个味道又跑出来。这个组合以前是这种口感，以前没有吃过，没吃过。哦，没有吃过。但很成立，它很成立。所以它唯一的脆口感就是虾饼，就是那个洋芋片，那虾饼没有不知道，虾饼怎么不见了？有点软掉，有，啊，下面软掉，软趴了。但是虽然它化掉，是湿的，尾鱼湿的，虾皮就软趴了，对，而且整个是软趴趴的，没有，你这样激起我们的斗志哦，什么？原来我们有斗志，重点是，他是你选的人，我就想说奇怪，我今天参选怎么运气这么好会赢？原来选了个败家子进来。我们吃完了，我们吃完了，先拍手。